宋慧乔主演的新剧《黑暗荣耀》讲述了幼年时期遭到校园暴力而灵魂破碎的女主角用一生精心准备复仇的故事。该剧于12月30日透过 Netflix 在190个国家上架，很快就登上40多个国家的 Top 10排行榜，甚至在韩国、泰国、印尼等地都获得了第二名。其中演员们精湛的演技令观众们赞叹不已，引发了很高的讨论度。不过第一季的8集已经一次性公开了，第二季需要等到3月份。因此在热烈的反响中，剧迷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人认为剧情太精彩，公开了就等不及要观看，另一派人则认为应该等到3月份第二季也公开后才观看，甚至有不少粉丝纷纷要求制作组提早公开第二季，真的迫不及待想知道结局啊。